好，玩具 A V 又出場，啊嗰啲開場獨白又唔會講啦，只有咩大家好嗰啲又唔打招呼啦，中年亦嘅爭眼，如果唔知講乜多嘢。好啦，嚟到新平城嗰啲戰隊機械咧，其實一直會俾人救俾人嘢嘅咋，而家21世紀啦，坐咗上啊大家，等下先。即係喺嚟到呢年代技術，咁點解啲戰隊啲機械咧就好多時都仲係雖然話變形合體，但係變成咗。冇關節或者冇乜其他機密，咁最多就係掹仔瘦咗腳啊，啪好大仔嘢上去啊，啊所有啲大合體啦。咁其實呢樣嘢係會令到啲玩家唔係好開心嘅嘛。嗱、啊、上世紀嗰啲技術問題，你合到體都好叻噶啦，咁你做唔到其他嘢唔怪你。但係呢個21世紀喎，咁所以喺新平城系嚟講咧，反而淨係呢只豪快王咧，我就特登會收翻只，因為佢有個特點啦。外形完成度好高，分開兩隻色叫 OK。咁同埋就係話佢雖然係都冇關節，但係有樣嘢就話，因為佢要玩呢、這個一格格彈開呢、這個轉盤嘅時候，每格彈開啲嘢，咁變成咗咧佢有一個咁嘅連動機關，呢啲位置冇咗關節或者就你覺得原諒佢咯，冇問題啊。如果唔係啦嘛，一解一拍上去，原來唔係有任何機關，但係又冇個關節嘅，啊乜都冇，唔開心啊！咁同埋佢依個一格格，嗱講真句，識話就知啦，我唔會就咁算數噶。咁嗱呢度係食玩板嗰只貨帆船上面跟嗰啲車仔同公仔，咁就梗係拍得就拍啦。咁可以懟翻啲嘢去，咁當然哦，玩到尾啦，點會淨係同你咁少嘢啊？黑嘅船仔，即係玩埋60合體啦，要啊，咁就變成個可玩趣味性高好多，咁當然佢啲。鎖匙性咧，當鎖匙方面咧，一樣嘢，咁當草戰隊公仔咯，唔相干嘅呢個咁咯，咁就咧中意邊套草邊套，你唔使話一定要草齊嘅，有啲聲效嘅嘢隨便嘅啫。一提啦，因為之前我拍過每一輯鎖匙，如果到手咧，啲材料，我拍雙頭我都中意咁樣拍嘅，咁好多人就唔知乜食嘅，我就俾埋匙下你睇。方便你改造，你自己批條匙啊，容易搞啲。未必揾有，尤其是海外嘅朋友啦，可能你地方根本就某套匙揾唔到嘅，嗰匙啊跟住改造咯。你或者咁講啦，你試下睇下其他啲片，好多人拍咧係逢係依類有眼係遮住唔俾睇嘅。咁追翻我前面片，你自己睇啦。好啦，啊咁梗啦，我梗係用呢個啦。時間拍幾多？好啊，唔該，唔緊要。就算唔想講太長啦，滿親大家。嚟到特攝呢個問題，戰隊特攝，咁點解我今日要特登攞個海賊戰隊嚟講咧？就話好多人做一啲劇評又好，評論啊，或者啲觀感啊，各種都好咧，佢哋每一個人有自己唔同切入點。咁有時佢哋仲會話做乜有新劇場版啊？有時個劇情係楞到以前嘅一啲前輩嘅時候，嗰啲演員又唔翻嚟客串啊，好唔開心啊好多嘢。咁其實呢樣嘢我唔知佢哋嘅理念係點啊。我哋就用一個好簡單嘅角度就係好鬼現實，同埋我睇一套特攝，我覺得係所有唔好，我係睇過。製作班底用咗幾多努力同誠意？點解咧？喺新平城嚟講，真係海賊咧，就真係我覺得佢個製作班底班人係做到嘔血噶啦，好辛苦。喺咁多套近年咁多套，佢最痛苦。嗱，你知道樣嘢？而家每年因為歪打特攝呢啲咁樣，歪打同戰隊就已經係新人嘅搖籃嚟噶啦。咁你啲新人去加入咗。講真句，俾個機會出演，即係演出一年份量嘅電視劇喎，52集喎，就係52集，有啲劇場版啊，
有好多地方宣傳啊，成一曝光率係奇高，但最重要，你喺兒童節目時段啦，救人屋係對於人一個新人嚟講嘅人氣度幫助好大嘅。咁難聽講句，唔收片酬都知要同你拍啦，捱就捱過去啦，係咪先？咁其次點樣呢？只話譬如話啲前輩翻嚟客串啊，好咁簡單。嗱，即係點解用海賊作為咧？就佢係最算多，唔即係最多啦。嗱，好多前輩翻嚟客串嘅。咁但係諗下樣嘢，你要揾一啲前邊集數嘅啲前，即係之前嗰幾輯啲前輩翻嚟客串，好困難嘅。第一，當然佢未死啦。第二，咁佢要仲係喺演藝圈做緊。咁第三，最簡單啦，佢轉咗去第二間事務所未啊？仲有冇 contract 啊？第四，版權或者合約啊，所謂咁佢張約拍唔拍得啫㗎？最簡單，譬如佢而家拍緊有張約喺第二個台有啲嘢拍緊打對家嘅，最簡單啦，你戰隊。威打係邊個做贊助商啊？麥當勞啊嘛，咁佢而家如果接咗個雞叔叔、肯德基嘅廣告做緊，甚至乎話百事巨星做咗百事巨星，咁你老媽係用可口可樂喎，咁拍唔去翻翻嚟拍啊？問你哋嗰啲好讀好多書嘅 uncle 啦，我知你好多 uncle 讀好多書嘅做師承嗰啲好識嘢，你問佢得唔得？我唔清楚依啲合約嘅嘢。咁當然重要就係啦，排期啦，點排期啊？你試下約餐同啲朋友一齊食飯試下，約嚟食餐飯啫，幾難就日子啊！就到日子仲要個個前後腳到，你而家拍戲啊，一場戲咁點搞啊？咁就啊，臨時有個甩底點搞啊？租曬場地、燈光成 set 好曬，死人嘅喎，係咪？咁最拉尾一樣係點啊？當然就係片酬啦，傾唔傾得掂數錢咯。咁所以有時唔好就係話啊，呢、這個演員去好中意特攝嘅，佢係本身咁啊，佢只要中意嘅咪翻嚟拍咯。咁你估佢真係想翻嚟拍？佢真第一，因為演員受訪問嘅時候，我好中意。你估真係咩事啲啊？咁得佢唔，我知佢好純白，佢唔講大話，佢真係中意嘅。但係又中意又點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拍就拍㗎。咁你喺咁多客觀條件細找之下，咁《海賊戰隊》本身咧，你見成個劇一年播，你知道啊？因為一年劇份嘅劇，佢唔係話拍好曬先出街，一邊拍一邊出街。要喺咁嘅情況之下，嗰、那個流程上安排到啲人嚟做客串。編劇要 set 好個劇本點就點安排一個出場啊，啲故事性啊，要成配合成個故事大浪啊，然後仲要其他嘅場務啊、道具啊合作，咁哇！你諗下去製作班係幾痛苦？咁好多時咧，有啲人就話啊，有之前有幾套啲特攝啊爛尾啊成嗰啲咁，咁大佬，咁前面嘅編劇嗱，即係。戰隊是八手三郎啊嘛，八手三郎不是一個人，是一 team 人嚟噶。咁佢可能前面幾個寫咗故仔好多伏筆，或者有啲好正嘅橋，但係寫到後段可能要換人或者大家接上，咁大佬唔係咁易走得翻條橋噶。咁仲要啲人同客就係前面嗰大抽客觀事實就唔就到俾你做啊？你好似有愛就不閉啊，俾你玩曬唔得噶嘛。咁所以我自己嘅切入點咧，就係我會欣賞一套特攝，佢製作班底個誠意，佢做到幾多嘢，有幾難拍攝，相對有幾套咧，被啲小朋友成日話神劇啊神劇咁，但係我就唔係咁神嘅，因為相對個拍攝難度偏低嘅，好簡單，嚟去幾個固定演員，啡哩啡都唔多個，場景又嗰幾個。咁然後拍生可能有啲某啲橫行啊、僻靜嘅地方啊，即係 book 場可能唔使嘅。咁佢拍嘅時候冇相對難度低咗咯。咁你同埋就如果你話講佢做得好啲，另外譬如啦 W 咁，
佢空架咗一個城市出嚟，然後佢每次去到一個位要拍，佢要做翻嗰條街景個通，特別你唔使當我風車啦，咁後期嗰度好鬼辛苦。咁其實你見佢每次淨係嗰啲輔導啊、長機啊、嘔血嘅做到，或者你中意嘅龍騎啦，哇！次次入到鏡世界打，要好小心睇藥食周圍。最簡單點啊？將啲字反轉啊嘛，黐滿改曬啲牌咯，黐曬佢咯。啊！佢又黐完咗，佢緊搣走啊！你捉你同人借咗場，到時你黐完個牌，明轉左咧，貼個轉右咁啲，唔緊搣走咁啊大鑊，一定俾人叉雞頸，賠都賠死。咁呢個就係我自己咁睇話，欣賞一套特攝，你可以用到咩嘅角度？咁就啊，今日咁上下啦，應該唔好講太多啊，因為呢個節目都講多無謂，會又得罪人，又會悶親你哋，咁算啦。